高尿酸血症患者有三种尿液表现，首先有许多尿泡和不同的颜色。一般来说，正常尿液几乎没有气泡，其颜色为透明或琥珀色。然而，高尿酸的人尿液中有更多的气泡，如果颜色是浓茶色或水洗肉色，就要提高警惕，肾脏疾病有可能已经发生，所以最好尽快去看医生。第二，尿频和尿急。高尿酸血症患者体内可能有结晶，泌尿系统可能受到感染，导致尿频、尿急和排尿无休。第三，少尿和无尿。人类的肾脏就像一个漏斗，一旦尿酸增加，它将结晶和沉淀。如果漏斗堵塞，就会出现少尿和无尿。如果输尿管严重堵塞，会有尿痛的感觉。如果肢体上有以下症状，也可能是尿酸过高。首先，背痛。腰是肾之所，腰酸背痛可能是肾炎的表现，应尽早检查。第二，水肿。尿液排泄不畅，人体不能及时排除废物，毒素积聚，并会出现四肢水肿。尿酸高别怕，医生告诉你菊苣栀子茶是高尿酸克星，早晚泡一杯，痛风去无踪。菊苣栀子茶，茶方出自《金匮要略》，取菊苣三克，栀子三克，洗净加水煎服，每日两次，饭后服用。菊苣性味微苦、咸、凉，有保肝、降尿酸、镇痛、促进伤口愈合、提高免疫力等作用。菊苣富含菊苣多糖，对尿酸和高甘油三酯血症均有降低的作用。作用持久稳定，栀子中富含的栀子苷可通过促进尿酸。栀子中富含的栀子苷可通过促进尿酸排泄，以降低高尿酸血症患者的血清尿酸水平。对于缓解痛风来说很有利，一般饮用7天左右，尿酸就会有明显的降低。